上万了，一万了，我的妈呀，刚呢？刚还八千。刚还八千，刚还八千，刚还八千。欢迎刚进直播间老铁们，欢迎欢迎，大家统一一下意见好不好？看这个奔驰的 G350D 是有军用版本的哦，这个车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厉害的，硬核的。因为军用车大部分都是柴油车。柴油车，这个是19款的，2019年4月份上的牌照，跑了16000公里里程数。咱们家这个黑色的奔驰 G500，价位是在G350D 啊，价位是在1958000。然后如果有老铁喜欢的话，可以直接后台私信一下佳佳。没有给佳点关注的朋友们，可以点点关注啊。佳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美驰名车广场，好不好？大家点点关注，点点赞。谁再不给我点关注的，拿拖鞋砸你！我告诉你，拿我的高跟鞋砸你！依旧没有。昨天晚上干嘛了？感觉无精打采一样。看韩剧了，看韩剧哭了，看韩剧哭了，哭的贼痛贼痛贼痛的了。来来来，你们有什么想看车型的话，都可以直接后台私信一下家，然后没有给家点关注的朋友们可以点点关注啊。家现在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美驰名车广。